谢谢，非常谢谢各位亲爱的来宾，今天光临我们连环炮西餐厅，保证今天晚上各位都一定值回您的票价。首先为您介绍东南亚载誉归国的主持人，就是台之原先生，就是小弟本人。谢谢您这个同情的掌声，谢谢。首先呢，为您介绍第一个演唱的歌星，那就是刚从东南亚载誉归国的玉女红星。 不是你，你上来干什么？哎，东南亚载誉归国的玉女红星张琼瑶小姐。紫丁香呀，它是朵什么样的花呀？ 什么样的花呀？它是朵最娇美的花哟，紫丁香呀，它是朵最娇美的花哟，最娇美的花呀，它是朵最娇美的花哟。粉蝶儿总是飞来飞去呀，飞来飞去，包围着它。 包围着它，包围着它，飞来飞去呀，飞来飞去，包围着它。谢谢，非常谢谢张琼瑶小姐，在动人的歌声，非常谢谢，非常谢谢。我们的节目呢是越来越精彩。接下来呢，为您介绍的也是刚从菲律宾、马来西亚演唱归国的郑丽斯小姐。 自从在电视机上与你相见，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谢谢，我是郑丽斯，希望大家也不要把我忘记。 谢谢，大家一定不会把你忘记的。谢谢，非常谢谢郑丽斯小姐，真是清纯可爱。接下来呢，为您演唱的呢，真是不得了。刚刚呢又灌了一张新的唱片，非常欢迎这位玉女红歌星罗映婷小姐。 我的一颗心，只有他的热情，温暖我的心，是个多情人，只有他的热情，温暖我的心。恰恰恰，可是他有。 却不说明，每一次见到了我，他是不是怕羞，是不是真怕羞？我的一颗心，只有他的热情，温暖我的心，只有他的热情，温暖我。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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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叔叔伯伯，谢谢，谢谢罗映婷小姐，非常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接下来呢，为您介绍的这位呢，不能算新秀，那老秀好了，老秀，老秀歌坛的老秀，芳芳小姐。好啊，算了，我不要演了，不是不是。
芳姐，芳姐，难得嘛，你穿礼服出来。不是这个杨丽英的头套啊，她的头蛮小的，头发就一直要掉，戴得蛮辛苦的。没有。那至于这套礼服呢，穿在我的身上也蛮辛苦的，因为穿这种礼服啊，它有不同的方式。对。那穿这种礼服，如果是婀娜多姿，但是走路的时候，人家觉得很高雅。可这件衣服呢，因为我里面的高跟鞋不够高，所以走起路来就会变成这样。芳姐，台下还是有很多来宾，对不起，稍微保持一下风度，好吧？那我是不是也要唱歌？你当然要唱歌了，今天你这样盛装出来，一定要唱歌。好，可是我看到我们观众有一个人长得好像何家劲呢。哦，真的吗？在哪里？在那边。哎呀，没想到何家劲也来我们连环跑西餐厅，欢迎！哇，非常欢迎！哇，崇拜他。我看你唱歌，我跟他聊聊好了。芳姐，不要。再怎么样出来总是要唱个歌嘛，是那个唱首何家劲。不是，何家劲。好了，那我们不要唱歌了，芳姐，那你用演的好了，好吧？好，用演的。那我们就看《女人当家》吧。在台北的某一个社区，有一户人家，女主人是出了名的有点恰北北，人家都叫她爱娇姨，而且她生平啊跟一个人最有缘，那个人是谁呀？还有谁呀？就是常常强调说女人要有高贵气质那个方阿姨的。是方阿姨，方阿姨是住在爱娇姨家对面的邻居。她有一个兴趣是喜欢跟爱娇姨来抬杠。她说爱娇姨是个……她这个人呢不太喜欢玩股票，而且说话呢喜欢咬文嚼字。不过问题就是常常念错字。你看这两个人多有趣啊！不过方阿姨有个很可爱、很 fashion 女儿，永远活在时代尖端。她的名字叫……不要叫小桃子，我最讨厌我妈叫我小桃子。哦，那你叫什么呢？小桃子。答对了，她名字就叫小桃子。这三个女人经常对于生活上点点滴滴吵闹不休，您看了不仅要感叹：嗨，世风日下，真是女人当家。决定用老公我提早回家，后来我才知道啊，他每天用这个偷看隔壁邻居，哎，要死了！怎么用这个呢？我们住公寓房子的人常常听说在公寓房子会出现这些偷窥狂，哎呦，这是不道德的！哎呦，天姑嘞哈，这个比看录影带还精彩，真的！不行了，这要让人家知道还得了？不会的，哎，晚上来睡觉了。哎，你把衣服收收，你就先去睡吧。啊，还有记得睡觉的时候窗帘一定得拉上啊！我在这儿跟爱娇姨聊聊天。来聊天啊，睡觉了。嗯，你不是要回家吗？我是想看看也好，总要了解一下邻居他们在干什么，守望相助。好了，这样也算就是做善事了。看我来看，哎，你看右边第三间那个女的，这样摇来摇去，她干嘛啊？她，我看有没有看到那边？哎呀，可能在煮饭吧，什么？哎呀，煮饭就煮饭，干嘛摇来摇去？他以为林青霞在卖锅子啊？哦，你说那个广告啊？哎，怎么这样讲人家呢？是不是？哎呀，你看那边有一下那个，他们在那个那啊。这么晚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啊？我跟爱娇姨聊聊天。聊天啊？这么晚了还聊什么天？有什么好聊的？对呀，这么晚你不睡觉干嘛？你还要早起，赶快去睡觉。哎，你先睡吧，我待会就回来了啊。记得啊，窗帘一定要拉上啊。你睡觉。乖啊！他们这个，哎呀，那个就那个有没有？什么嘛，我也看不到。他们在那个，我看，赶快看。也没什么嘛，不过是亲嘴。我看你呀，十年来连亲嘴都……你才跟你老公二十年没亲嘴，你才三十年嘞。好了，是来吵架的吗？再看看。好多男人在打架哎！打架？对，那边。哎呀，那什么打架？那是电视节目了。什么电视节目在打架？新闻。哦。哎，这个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啊，他们组成的这个波斯湾和平部队，如果真的能够有效的利用的话呢，我相信对于这个波斯湾呢，他们这个库德族数十万这个流离失所的难民呢，会有所帮助的。你认为呢？那阿美族嘞？叫我来问你一下有没有带钥匙，不然我们锁门了。门别锁，我马上就回来了。妈，你们到底在讨论什么问题啊？哦，我跟艾娇姨正在讨论有关于伊朗北部那些库德族他们流离失所的安置问题。哎，这么难的问题啊？艾娇姨她懂吗？我怎么会不懂啊？那海山是什么人？是外国人。好了，别吵了，去睡吧，我马上回来了啊。窗帘记住一定要拉上。
好了好了，睡吧，乖啊，晚安。哎，乖。哎，海山是外国人没错吧？算算算算算，我不看，我要回家。哎呀，你等一下。哎呦，哇，有小偷哎！小偷小偷啊！你看看那边。哎呦，那什么小偷？那是老公啊，一定晚回家了，不敢进门，所以就爬窗子进去。我跟你保证，等一下他老婆一定会揪他耳朵。真的？揪了没有？揪了没有？揪了。真的？我看看。哎呀，真的哎，跟你们家昨天演的一模一样哎。对呀，跟我们家昨天。偷看过几次？一次，说实话。你居然连我家里都敢偷看，你难道不知道偷看别人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吗？我们住公寓的人最讨厌的就是有你们这种偷窥狂。我下次不看了啦。哼！天啊，吴磊好。小白兔，对，很好吃的，来吃一块。那我给你吃好了。来，应婷妹妹一定要孝敬台哥，孝敬台哥。没有，你给我吃饭，那你来干嘛的？阿黑啊，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个新单元叫新闻急转弯？啊，都唔是啦，学到新闻小转变。是啊，小就是现实的意思啦，学到新闻小转变。哦，啊，新闻弯转急嘞。新闻颠倒变。啊，新闻转急弯了。新闻倒头变。啊，新闻弯急转呢。新闻加把变。吼，被你说的头都晕了。不过嘞，我们这个单元叫做新闻急转弯。嗯，有料的哦。吼，真快讲嘞。新闻急转弯啊！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新闻急转弯，每天都要叫一叫，嗓子都哑了。那么今天，哎，是好，小台，谢谢你，终于讲了一句，哎，还算人讲的话。谢谢。那么今天还是三位特别来宾呢，相信两位大德已经见过了。先介绍这位帅哥，伤心骑士霍震奇。哎，你好。来，第二位介绍是罗应婷。接下来介绍这位，真要隆重介绍一下，他是我们影视歌三栖，而且专门在电影电视呢演那种叛逆性格小生 Tom Cruise 的影迷王欣先生。好，来，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大概怎么玩？我知道，我今天就是我要来我的第一次这样子。哦，我的第一次尝试一下。哦，尝试一下这样。好，那么今天要给三位吃什么喝什么呢？啊，今天呢，王欣一来啊，我们就这个喝的改成吃的，哎，比较叛逆一点，用啃的。哎，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叫做沙拉，是吧？今天叫做沙拉沙拉，哎 ，Sarah Sarah， 哎 ，Sarah Sarah。但是呢，在我这介绍之前呢，请三位特别来宾可以从一到五任选一个幸运的数字，好吧？现在就开始选，待会有个小奖品送给你们。OK， 我选二，你选二啊。好，来，那五，一号，一号，一号，一二五是吧？一二五，好，那呢就这样子，我这个一二五代表什么还不知道？这一盘呢是沙拉酱，对的，好吧？那这个呢？这个是番茄辣酱，番茄辣酱，甜辣酱，没有，你喷到自己裤子了哈？没关系，没关系，送洗费，你很出手的话没关系，好吧？我并不担心。这个呢？这个是真的，这是那盖子比较小一点。那台先生为什么刚刚要选幸运号码呢？啊，选幸运号码以后呢，就是知道这个到底是几号是装什么东西，是吧？哦，这样子刚好跟这个酱有关。哎，纯正的这个辣酱啊，辣酱完了以后呢，这个胡椒粉。这是第五号，对不对？刚刚有人选第五号是谁啊？哎，胡椒粉，然后呢，再来就是牛排酱。啊，牛排酱。牛排酱，哎，嗯，很好。好了，那今天就是要大家生吃，生吃不特别嘛，红萝卜、白萝卜大家都吃过。我想哦，刚才那个霍震奇他选一号，他一定很开心。一号是沙拉酱，对呀对。答错了，是从这边开始，一号是这个。故意要选错了，对，那是牛排酱。小狗那个。牛排酱不是固体的。是的，是的，我刚刚在偷笑嘛。好，今天生吃嘞，现在就在为各位切一些新鲜的蔬果。切这个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切成薄片状，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各位不要切到手。好的，那题目注意听好了，
现在从事海上活动呢，大家都会提心吊胆，因为大陆的海盗船很多。是，对。那一碰到从事海上活动，只要碰到这个大陆海盗船，一定拔腿就跑。其中这个阿星跑得最快，为什么？为什么？哎，赶快想。为什么？叮当叮当，时间一分一秒的过。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不叮当叮当，阿星不会是影射我们王星吧？哦，我可没这么说。没这么说，没这么说。但是好，因为我要先澄清一下，因为他是叛逆小子。对对对，叛逆小子。汤姆克鲁斯的移民，对对对，为什么跑这个？第一个回答，差不多过去了。第一个回答最有经验的罗应婷，罗应婷回答吧。罗应婷，快点，我先准备吃好了。你表情有点尴尬因为我猜好了，我猜好了，因为呢这个。因为刚刚那个阿星呢，他也是大陆的偷渡客，他怕会被抓回去，所以他又跑得比谁还快。大陆海盗船不负责抓偷渡客，因为大陆的海盗船也许是当局政府他们下令的嘛，对不对？对呀，搞不好嘛，政治阴谋。对呀，抓他回去，所以他跑得比别人还快。保密防谍人人有责，但是还是错。刚刚选二号是不是？要选二号是吗？二号是吴嘉文，来，我选五号。我是五号。谁选五号？我是五号，你选五号是吗？五号，一二三四，五号怎么会？大家听话，赖皮不吃，赖皮呢？他点不可以赖皮，赖皮不吃。对不起，一定要吃我傅大师做的生菜沙拉，拿一片嘛哈，来哦，吃喜欢吃苦瓜，养颜美容。还要加一点沙拉，要加一点沙拉酱，这样子。好，来，答案是。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不错了哈。好，那接下来谁呢？霍正奇，答案是。他开了一台就是比那个中共这个海盗船还要快这个快艇，所以他跑得最快。这样子。对。他开了一台这个快艇，答案有些接近了。不过呢，你比较喜欢胡萝卜还是白萝卜？我都喜欢。都喜欢是不是？很好，来，两颗都给你。你要加什么酱？他刚直接单吃了，好不好？来，哦，是牛排酱。牛排酱，来。那个胡萝卜还要啊？对，胡萝卜。好，你要胡萝卜。好，来，林强的，对，是好吃，这种好吃。香脆可口，不错不错，新娘有劲又有力。好啦，王星哥哥，哦，这个小子来，他不入数的移民。我在想，答案是，我青菜公公哈，公。我觉得阿星是不是条狗？哎呀，真的不是盖的。为什么上我们这个节目就要很用功，就要先看嘛，先看这个节目。我们第一集就说了是野狗，上一集还说有野猫，又来了野狗，聪明聪明，真的聪明。那看是要吃什么比较好？对，哇，来鸡头，来鸡头，他选几号？二号哦，他选二号是吧？二号这个了，二号要选啊，这是二号，对对对，二号，来，甜辣酱，要是用这个蘸，对对，用这个蘸，不然你要用哪个蘸？好，蘸，好吃是不是？很辣，很辣哦。好，那我们公布答案了，答案就是说呢，阿星他是一艘快艇。他跑得最快，是不是？所以怎样？他是快艇，那个刚才好像有人答得有点像，有一点像，可是他不是开快艇的。他不是开快艇，阿星，他为什么叫阿星呢？他本身是一艘快艇。对对对，为什么叫阿星不叫阿桃呢？阿星他本身是一艘快艇，我觉得这个答案不太合理，我打个电话问我妈一下。问你妈？对嘛？现在答案了，他就是说他是阿星是一艘快艇，你觉得怎么样？对对对。啊，你觉得不错的。我妈说不错，这个答案不错。谢伯母，慢，为什么呢？慢，你还在看是吧？把它关掉吧。慢，慢，这不好东西。这阿星为什么快艇？我们说阿星不叫阿毛阿台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叫阿台呢？用我的用我的姓命名也不错。因为前阵有一艘快艇嘛，叫做毛星号。我没说你说的啊，你对嘴。好，好，那因为你百万就到今天结束了，就到这边结束了啊。应该没事吧？没有关系啊，没有。伯母，谢谢。谢谢。台是台，台是台，小额朵副角落，听到请回答 over。我是小额朵，给老子的今天一开始给我报告的时候，我就要开始骂人。为个啥子骂人呢？哎呀，你们不知道啊，你们把我们这个参加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怪片入围者《菊豆》这部电影给禁演了。嘿，这个禁演的消息啊，引起了国际的视听注意。说我们那边呢在安逸这个艺术创作，那这又就罢了，反正呢这个丢人就已经丢了，我也就不再追究了。但是呢这两天呢我又看报纸，我又发觉你们呢把这个张同志的新片呢叫做《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有个禁演了，这个新闻呢又泄露出来了。看老子的，你们嘴巴不会紧一点呢？啊，我不是教过你们吗？这个打孩子是要管起本来打的。
你把孩子打的是呱呱叫，邻居听到了，当然是以为我们是虐待孩子吧，是不是呢？这个禁言就禁言，该老子的不要说出来嘛。我们霸道不讲理，是自己知道就好了。为个啥子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呢？啊，这个不是在直接唱吧的吗？该老子的哦，这根本就是叫做愚蠢不知。而且呢，这个新闻上头还说了，这个禁言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那边的一位人士说了。说这个大红灯笼高高挂嘞，这个剧情呢、啊、是在描述一位80几岁的老头子有4个姨太太的故事，是在映射过老邓，所以才会禁言的。该老子的哦，这不是找我的麻烦吗？啊，人家还以为我是我讲这个话要禁言的呢，让我来背这个黑锅。哎呦，该老子的，这个小子真是居心不良哦，保护我也不要保护的这个样子嘛，是不是？不是，我是说不要害我，也不要这样子害，好吧？好了，这个事情呢、啊、不要再犯了啊！记住了，关起门来打孩子，开开门呢就 kiss 孩子 ，kiss 不晓得呀，亲嘴的吧？好了，注意了啊，明天再报告了，好吧？哎，搁老子的哟，真是不会办事哦。这不过呢，这个张同志也真是的，为个啥子老找一些这个不好的话题来做电影的素材呢？这个电影就是宣传片嘛。这个宣传就一定要讲我们那边好的一面嘛，这个都不会吧？一定要拍些不好的给全世界的人来看哦。嘿，真是的哦，我看哦，干脆过来当他的编剧好了。哎，说些就些，哎，写点我们那边好的，写，该老子的写不出来哦，奇怪了，怎么会写不出来呢？是不是有灵感不咯？我是没有灵感了，好吧？哎，谢谢罗映婷、张琼瑶、郑丽思。那么相信刚才各位都听到他们三位一出场的时候唱老歌，提起唱老歌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他们现在都是时代歌手，可以把流行歌曲诠释得好，这个大家都不奇怪，但是能够把老歌也唱得这么熟练，那真的是下过功夫，可见的真的每一位都很会唱歌啊。芳姐，你真没有想到你这么喜欢我的歌，我刚合影你一直觉得不错的。 我唱片你买了吗？我这边出那唱片。你有出唱片吗？早出了，过年时候出的。跟谁啊？就是三口组嘛，三口组。哦，你们三个人出的那张啊？是那个是说话的歌吗？不是，真的，不是，是唱的，是唱的。哦，好，他唱的很好唱。我想这三位。不是，你走开，走。方姐，你怎么推我？方姐。哎，刚才我被你推三次呢。哦，三次，对不起，方姐。干什么？我给你推两次。回去。对不起。啊，今天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三位到我们节目中来呢，演唱老歌。我们也希望以后如果能够有更好的大节目做出的时候，也能够为你们三位每一个人做一个小小的一段专辑，让你们来表现一下你们对老歌的这个认识。哎，对，如果说你们三位呢，如果需要在唱歌需要合音的话，那是不是也能够找我？那如果说你们要出唱片的话呢，那缺合音的话呢，也可以找我。小台，你最好小心点，你的话再多的话，嘉靖上来你就没得混了。不是，放姐。好，我们还是收看明天的连环炮，谢谢。是否还有一种静静的难过，就在最想你的时候，在我的胸口，爱在我沉重的心头。